欢迎一下我们这一季的所有的心动之徒，欢迎各位。又来到了我最喜欢的节目，而且又有这么多新朋友，老朋友。我是来就是观察一下大家的甜甜蜜蜜的生活，暧昧的时候是最甜蜜的时候。对，是我永远都是被剩下的那一个。要找我自己的精彩，也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大家好，我是马伯骞，我来这儿就是准备被秀、被输出的。我们气氛组也有出头之日啊。我就是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。早上不是说了一嘴吗？我发现我好久没喝。我就是嫉妒，我没有别的。他怎么能那么幸福呢？我可以不看这些。我发现我们这波侦探是最一触即发的，只要有点啥事儿，全屋都炸开。